停止呼吸，这个床垫都可以侦测得到。是，而且宝宝只要躺上去不穿不带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不是要聊智慧型的复健设备吗？你怎么在玩电动啊？不是啦，这是我们最新的体感复健系统。哇，那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 3D 列印技术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啊。我们看有时候是那种材料一层一层的融上去的。是。所以 3D 列印的齿模也是这样子做法吗？